各位旅行者大家好，那今天的话我们来讲一下骆驼龙王的一个隐藏成就，叫做我们之中最坚强的灵魂。那这个成就的话要我们击败所有形态的骆驼龙王。前置要求，首先我们将这个钟离的两个传说任务全部都做完。做完之后，在我们虎牢山这个位置这边有一个骆驼龙王的周本。过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个骆驼龙王的一个形态啊，今天的话是这个冰火，那每一周更新的话都不一样，总共的话有四种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分别是雷水、雷火、还有冰水和冰火。最快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周都来刷一次，那至少一个月才能获得这个成就。那如果你打不过的话，你可以选择60级的，选择匹配挑战，那这样的话成功率啊会更高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成就的话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